应台北市影音工会邀请，大陆演员胡歌今天赴台北参加对话青年活动，将与两岸的青年影视创作者对话交流，也将为两岸的青年朋友提供一个难得的交流机会。我想宝总到宝岛啊，是两岸同胞喜闻乐见的好事。我注意到这位先生已经否认他跟此事有关，但是我觉得大家都愿意趁热点邀功了，说明台大陆的影视明星到台湾是得民心啊，受到青年欢迎的事情，这样的事情啊，他们愿意趁热点就趁吧，我们乐见更多的台湾的影迷剧迷能够见到他们喜欢的大陆的明星。我也觉得这种事情也不需要，本来就是很平常的事情，不需要还费尽周折，还什么动用什么人脉去周旋，平平常常的事还是用平平常常的心来处理。